请各位自己后面的时间给各位做练习。那练习的部分就是找另外东西，如果你想不到你就签字文，或者是百家姓，有没有百家姓？这边也有嘛，哎，这边资料也是一样，哎，这个好像已经帮我们把它这个没有逗点了，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比较简单。但是它这个好像空白好像是全形的，那尾巴可能是一个换行符号吧，反正就把这些哇，百家姓有这么百家姓也可以了哈。那看看你是要切成像这边是四栏，哎，或者你也可以切成四栏看看。所以你这个百家姓的话，也许你就可以把它放在，贴的话全文就是放在 A B C D E， 哎，空一栏好了哈 ，A B C D E 空白，然后放在 F 1好吗？然后把资料呢切成像这样子。那切过来的话，记得哈，也是两个方法，好，所以你也是产生两个这个工作表，一个是用 Excel 里面的公式，哦，那一个的话呢就是 VBA， 那其实改一下啦，只要你那个公式写得出来，我想你 VBA 应该写得出来。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弟子规好像也是一样，弟子规好像这边，哎，哇，弟子规有分呢。所以看看嘛，你们或者是说上面这个标题这个不要哦，拿底下的全文也可以。当然你不要拿这个啦，像老子好了，老子部分的话这个就比较没办法。老子部分的话，因为它字数都不一样，有三个字，有四个字，有六个字，哦。不过呢，将来哈，你其实也可以想想看啦，是不是可以把什么把一句放在一个储存格？那所谓的一句就是说哈，一个逗点，一个句点或什么样的方式放在一个储存格里面，这样的话将来要把它分类也比较容易一些。所以剩下时间哈，请各位做出这个练习。那所以今天的作业了哈，你就把它存在同一个档案里面就可以，存在110。那后面的话有长恨歌跟一个变化题，那脚交上来就 OK 了。好了，画面再还给各位哈。那个 portal 部分的话我有开了啦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试着做做看，那当然尽可能的就是理解啦，而不是去死背的，因为其实这些东西以后呢你都一定会遇到的啦，因为这个现在的大数据时代，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数位化了，数位化之后的话呢很容易就是需要的嘛，如果你不会用这些方法的话，那可能就需要土法炼钢。那土法炼钢的话，其实真的会非常花时间呐，啊。哦，可能你我做像刚刚那种那么多的资料，你总不可能复制贴上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应该要想个办法，看看能不能让它自动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里面。OK， 好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，好。